拥抱拥抱。最近每天都吃的一样的东西，打一杯 smoothie， 放点坚果酱。然后也不能用吸管，这样会增强口腔的压力，所以只能用勺子。晚上继续来吃软软的食物，准备来吃一个牛油果吧。哦，自己跑了。刚刚买的一个蛋挞，还有一个酸奶，完成。空口吃牛油果真的是我拔智齿以后最开心的事情。好好吃。太葡萄了，超脆。早上打算来做一个外网很火的香蕉船。今天的早餐，昨天买的海绵蛋糕，还有一个香蕉酸奶船。我打算来煮点泡菜汤，然后出去散下步。我们家现在后面超级乱，全是垃圾和箱子，正在搬家。我室友明天要回国了。这个羊肉饺特别好吃，汤汁很浓。给室友烤的鸡翅尝两个，嘿嘿。今天是我拔完智齿第四天啦，我准备去运动了，已经停了差不多快一周了吧。来机场送我们家老杨，拥抱拥抱，哇！明年见，明年见。嗨，大家，我要来报复性吃面包了，因为我这周不是要搬家去卡尔加里嘛，所以我要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快点吃完。这个是奶酪苹果，这个是鸡翅和一点 cheddar cheese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沙拉。
是的，好可爱。这个水壶好搞笑啊！这里面到底是水，应该是吧？这看起来好健康。我们的 after dinner dessert 太猛了，这一大份我觉得得顶，太顶了。幸好我们点了那个，是明智的选择。好好吃啊，是吗？还有坚果碎。妈呀，它好大呀！看着能把我叼走。给学姐的宝宝买的礼物。